的消息，年底台北市长选举两大热门人选连胜文、柯文哲再度为了公益同台，还大跳体操比人气。身高195公分的连胜文做起体操很嫩 Q， 倒是柯文哲可能太少运动，动作有点卡。这个周末两人本来有机会同台同场两次，但是其中一次活动柯文哲临时取消了行程，外传是主办单位施压，但连胜文说这一切都是恶意栽赃。不想碰头，还是碰了头，连柯再同台，两人要来做体操比人气。One more two more， 195公分的连胜文好嫩 Q， 下腰全都难不倒。倒是柯文哲不知道是不是太久没运动，怎么卡卡地，脚还不停的微微抖，又不是在练外单功，接下来还要比跑步。已经输了一场，柯文哲拼了命也要扳回这一城。周末拼场，两人为了公益同台，好尴尬，而且一天还撞两场，由主办单位干脆临时取消了邀请柯文哲。就那个本来邀请我去，后来就打电话来抱歉说他们受到很大压力要取消了。大家自然一点去选举啊，不要这样好像叠对叠。我想应该没有这种事，因为本来我们也没有去参加，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应该是恶意栽赃吧。连柯力拼百里侯，从隔空校正到活动拼场，战况越来越激烈。记者戴伟玲、徐奕环、李正田台北采访报道。